的角度去看呢、啊？没有，我带团带二十几年了。看你怎么去看、啊。没有，我带都中国人的逻辑非常清楚。中国人他们把台湾人看成二等公民，是因为台湾有蒋介石在。那蒋介石跟蒋经国和父子在台湾统战，台湾人统战的非常好，所以他们现在讲蒋介石不再讲蒋匪，他们讲蒋公了。就像我们以前讲蒋公啊。